開始慢慢咧發覺，好似同天主咧搭到一條好直接嘅天地線喎。特別係做人像嘅時候，尤其是可能選擇係聖人，咁咧就我個心啊一直搭嘅時候，我就喺度祈禱啦，一直同聖人傾偈啦，或者係同天主傾偈啦。咁我發覺原來喺嗰個過程，特別睇見一片片木仔俾我咁樣搭出去搭出去嘅時候，我好似發覺，天主你哋咪就係咁做我嘅咯。其實天主係每一日都係 shape 緊我哋。